第二十七题，下列假道星是关于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叙述。上述属于化学变化的有哪一些？甲、水结冰，水结冰是三态变化，是物理变化。乙、蜡烛遇热融化，融化也是三态变化，也是物理变化。丙、纸张燃烧，燃烧是剧烈的化学变化，会产生干跟热，所以呢，丙是所谓的化学变化。丁、轮胎高速行驶爆胎，爆胎是破掉，这个是所谓的物理变化。戊、糖溶于水，那么我们国中现在教法是溶解是一种物理变化，所以这戊也是物理变化。己、冲天炮爆炸，剧烈的化学变化叫燃烧，剧烈的燃烧叫爆炸，所以爆炸这个爆炸也是所谓的化学变化。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可以把我们的二氧化碳变成氧，我们的东西改变了，所以它也是化学变化。锌，食物在胃里消化，消化就是它会分解，然后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素，所以呢，消化也是一种化学变化。所以属于化学变化的有丙、己、庚、辛，所以二十七题问我们说，上述属于化学变化的有哪一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朱、丙、己、庚、辛。